哇，这巴拉讲的，然后嗯，扎起扎起。哎，啊，你看这时大不要叫，恁家己的母也卖袂灵啊。阿婆，大姐。啊，都明明两个人入来嘞，啊，哪会敢那一个在叫我哈？阿母，啊，你不是伫咧养老院，哪会向我走来阮家啊？恁家哦，哎，你讲唔对哦，这才是阮家呢哈。以前我拢住伫咧遮了，哈，我今仔日吼，转来我家己的厝，安尼讲有啥物唔对哈？是啦，阿母啊，常常转来厝，那是应该的啦。歹势啦，我是遐最近遐工作啊，我想要无闲啊，所以拢无时间去甲你看啦。还是讲我等你开车，送你倒去养老院，好不？什么咧养老院？啊，是谁甲你讲我要倒去养老院哈？老太太，行李个房间拢已经整理好啊。嗯，哎呀，包包啊，个鞋啊嘞，已经叫大小姐吩咐，物件拢款好，准备等下要送去主人回收啊。嗯，你讲啥？迄间房间，迄包包还有鞋啊，拢是名牌的，价格是几啊百万。你竟然拢送去资源回收？你即马随去想好势哦，啊，若是用银河节吼，用歹去，我一定甲你送去警察局啊！良心啊！啊，阿母问你者，阿母才偌久无伫咧厝诶呀？啊，你甲即间厝安尼舞甲乱七八糟呢哈？吼，啊，恁迄个某吼，迄真未晓看看内面啦哈，啊，又搁贫惰，后者讲吼，我诶房间吼，甲囤安尼遮侪物件吼，吼，搁敢若袂输仓库。我跟你讲的，那心人哦，人以前哦，伊绝对袂安尼。无啦，阿母，阿秀英哦是这样哦，做工课哦上过无闲啊，阿母其实哦，伊是真顾家呢。是啦，我就是无像王心人哦，这尔好命，会当规工咧伫厝内闲闲无代志做，我嘛就轻松伊啊，会当做一只米虫。啊，不过我若是无做啥哦，恁个后生就无人饲，伊是会枵死。你搁敢讲呢哈？吼！你含忠信啊吼，做啥物代志啊？你莫掠主讲我拢唔知影，迄电视吼新闻拢有报滴啦。啊，我就是因为安尼啦，才会无面子吼，搁住咧养老院啦。所以我专工倒转来吼，要好好甲恁教示一下，要甲恁讲哦，啥物代志吼是唔通做，迄拢下死下贱哈，莫让咱苦家拢无面子啦。好啦，阿母你莫生气好不好？迄拢是误会，我是看咱设计好不好？你就是带这只狐狸精啦，你才会去用设计去啦。啊，以前嘞，你甲新人做伙时，你敢是事业三项哦，拢做甲好势好势。嘿，自从你甲这个查某了后吼，哎呦，侥幸哦，忠信啊，你甲看你即摆变什么型的呀哈？你嘛好心好行嘞，紧的紧甲伊离婚啦。啊，若无吼，你绝对会毁在吼这个查某的手中啦。啊，既然王新人这么好，哪能去找伊啊？你搬去跟伊做伙住啊？啊，何必安尼来我家？啊，看到我就生气，搁甲伊过袂去啊！滚出去啦！你讲话较客气的，搁较安怎讲？伊嘛是你的大家啊！大家又搁安怎？伊敢有把我当作是新妇咧看待哈？啊，伊竟然安尼这么气嫌我，啊，无人甲伊拔掉了啊！伊何必一定爱伫遮？啊是爱我甲伊滚出去是吗？你严格问句好无？我敢有讲唔对？是这两个人莫名其妙撞来阮家嘞！坐我的碰伊吃我的水果，我无甲伊好好处理，应该是我人真好啊！因个安尼一直甲我侮辱。柯长生，你无清楚哦，我是无欠恁柯家，而且即摆是你较需要我。啊，你这个柯家的高囝，若是无我，恁柯家嘛会对你害了了。好啦，同款的道理啦。既然你一直嫌阮小弟讲伊无好，讲伊是米虫，那恁是安那？你一直要甲伊高高低下？恁会当离婚啊？你即摆有钱有势，要找什么款的查甫人无？啊，是安那无赶紧离婚考噶？啊，是啊，我用钢的给你钢出去啊！哈，歹势哈！这间厝当初是我开始向王新人买，厝主是我，所以爱出去的人是你，甲迄个欧巴桑才对。好了，别个讲，别个讲好不？大姐啊，你两个那弯呐，蛮影响到阿母的血压的。我该当家里吼，先甲阿母吵吵啦，告诉阿母啊，无愿意去养老院。那你过来参详吗？好。啊，是要参详啥啦？哈，我跟你讲哦，这是阮家哦，我吼，逐位拢无要去，我就是要待在这啦。阿敏啊，老太太，扶我来去房间休困哈。
是，你紧想办法啊！刚刚你真正要给因带落来哦。好啦，我来处理。大姐啊，我刚才是拜托你，先把阿母带转去啦。我安怎讲？伊嘛是你阿母啊，你哪会当吼，把这个阿母的质量弄死给我？嗯，我是尊重母阿的意思。伊若想要跟我带，我当然嘛会给伊带。啊，问题是伊若想要留在你家啊。好啦，你哦，再过甲母啊，豆豆参详，看伊想要带倒，啊，拢会用的，你再来跟我讲，哈。我先来等啊。我，大姐啊。我敢会当拜托你，莫甲爹地见面啊，好无？啊，但伊即摆袂来吼，你先离开啦。啊，有啥物代志吼，我甲爹地讲就好。阿姨约我见面，我若是无出现，伊一定一直敲电话来，甚至是到咱门口靠等我。安尼我甘愿吼，甲伊约一个时间，当面甲代志讲清楚。燕婷啊，啊，恁爹地是搁咧拍啥物如意算盘啊？我甲阿金宝啊，讲重要代志。那也算是容易算盘呐。我你讲，端盘子是用手，不是用嘴的。再要讲啊，你一个服务生，有啥资格讲恁家的代志啊？嘛是啦，啊，这间吼，这里无水准的餐厅，啊，无什么人客哦，这嘛正常啦。哦，哎，你，啊，你讲，你讲，弟弟，啊，迄做礼拜吼，就一直念念念念念啦。你敢知影几点啊？家己搁迟到，你有啥物代志跟公公的啦？我感觉明后无阿济要时间陪伊伫遮。拜谢啦，我头拄啊有真条开要开，所以啊赶我来。啊，你讲去食袂啦？有啥物代志都跟公，遐个客气话咱就唔免。好，你应该嘛知影讲这阿母啊，伊个年纪可能伊转来吼。是哦，我唔知影呢，所以阿母挺足想你的吼。我唔是无想要甲阿母住做伙啊，是阿母身体无好，你嘛知影。我甲张顺义两个人啊，拢爱上班，啊，互阿母一个人留在伫个厝内，我袂放心啦。阿母哪有可能一个人伫个厝内？唔是佮阿敏？阿敏哦，只是一个会搞手人啦，伊啥物都袂晓啊。啊，万一阿母来出啥物代志啊，阿敏反正只两万，伊伫个家代志等我着啊。哦，我知影啦。爹地，啊吼，你想要拜托妈咪吼，啊，甲你找一种特别的护士对无？好啊，你看表哥，啊，阮爹地要找一种特别的护士啊，啊，你也是有识啥，是有拄着，再甲阮介绍啦。OK 啊，没问题。奶奶就麻烦你啊，挑找一个特别护士啊。啊，不过新年，有阵只想找着这特别护士，也无好啊。阿母即摆上介劳是你。伊把你当作是家己的亲生查某囝，你嘛想了解伊的习惯，所以我才认为讲，阿母去你那边带吼是上好、上安全的。啊，爹地啊，啊你即摆吼是要叫妈咪啊搬去甲阿妈做伙带哦？妈咪，你袂当搬去啊！啊你若搬去，要谁来照顾我？我不准你去，我不准你去啦！你即摆是囡仔是吧？拢几岁啊？搁来使奶，是咪？我就直接讲，你即摆住的所在，啊对面就是公园啦。阿母若想要散步，啊去行行，嘛真方便啦。啊对身体嘛真好呢。啊，不过你即摆住迄个所在，阿母住了真惯势啊。啊，佮有厝边头尾袂开讲，你对伊来讲，心情咪较快活。是啊，我感觉妈咪哦讲了足对的啦。嘛唔对啦，心灵阿姨，我甲你着，互你四个赞。好啦，柯中心，若是无啥物特别代志，我跟你出来等啊。嗯。之前离婚的时阵，你讲过啊，你要照顾阿母，啊你今摆是要看过，阿母等我，啊你敢对？嗯，弟弟啊，啊你今摆是咧讲啥哈？我请问一下柯中心，迄到底是谁的阿母哈？啊伫咧法律上，我甲恁阿母已经无任何的关系安尼，啊搁有啦。不是我把你阿母带回去给你，我没那么大的本事，是你阿母自己要为养老伊，
我回去。你敢会当对阿母小可上来？你明明就知影，阿母到张顺个两难，会常常冤家，所以阿母到底阿一边一定无快乐，嘛无舒适啦。张顺也无亲像你，这么大心，这么体贴，这么照顾人。无喏，啊，我会记张淑英吼，较早是娶家的榜样呢。啊，妈咪吼，一直拢是千金大小姐啦，啊是要论这什么伺候人啊、照顾人哦，妈咪绝对比袂过张淑英的啦。那是你阿妈呢？你咧讲生就讲有情有色。嗯，是我阿妈无唔对啊，啊唔讲吼，是你阿母呢？啊，伊即摆吼要拜托一个甲你已经无关系的人来照顾你阿母，伊才咧讲生就。所以，你就是要甲我做对是吧？燕婷无甲你作对啊！你是阿母的亲生后生，不管是徛伫咧法律，还是徛伫咧道德的角度上，照顾你阿母是你的责任甲你的义务呢。哎，这是连学生啊拢知影的代志，应该无需要甲你教吧？唔免。啊，为什么？阿母即摆打工啊，拢爱甲张总去上课。应该记得身体啊，你出毛病啊！你讲良心，爹地啊，你不要情绪勒索呢。我妈咪吼，顶半世人的志都已经给你啊，已经无简单吼，即马甲你离婚，啊，你阁想要耽误伊偌久啊？妈咪，囝，咱来走啦，莫有甲其他人讲遐济。万一只只阿斗三讲，只好阁甲阿母等娘落去，好无？阿母若想要搬转去，伊家己就会搬转去。不算我苦劝啊，我无迄个材料。你无去，哪会知影结果啊？这是你的家内事呢，应该你甲你太太的书包下较乖才对啊。不过我看你安尼，甲恁阿母讨来讨去，我心肝内哦实在是体足艰苦的。燕婷，咱来等啦。嗯，妈咪，今日来等。新杰，阿姑，是啦。你都还袂付钱呢？嗯，这也唔是我店，我是为虾米付钱？啊，这也唔是我的店嘛，我嘛是咧人薪水的啦，歹势啦。我在钱，我算一下哈，总共是新台币650元整。你这个钱真是有条的啊！我一到水拢无认着，着六百块啊！哦，你无认着水啊？阿爸去，妈去，我叫人管，送你哈。唔免。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啦。我先。想想对对，会记念你。上风雨的对阮两人的祝福，风吹微微，纯情花蕊，满面春风花。